多謝大家今日撥用嚟臨參加呢個活動，咁我首先好開心、衷心開心就話有咁嘅機會俾我能夠為旗揮做啲嘢，為老人家做啲嘢，籌款做一個咁嘅義，一個咁嘅善舉活動。咁啊，我同阿蔡生咧就喺早兩年都有傾過，咁啊蔡生嗰時亦都有揾，喂，你過嚟做我哋加拿大做一個職業揮毫嘅籌款啦，咁好可惜。 不過疫情關係咁一路各自咗，咁最近大家見嘅時候一講，我話我絕對願意，好開心添，好榮幸。有其中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媽亦都喺度受惠，亦都睇到佢哋個服務係好好。咁我係做物業管理，咁啊 Richmond 上邊有一段時間我都做管理，睇到啲員工啊、醫院有喺度住啊，又唱粵曲啊，又成係做得非常好。咁啊，我覺得係應該嘅，尤其是幫助老人家。 咁我完全係冇異議，即刻願意做呢樣嘢。咁第二樣嘢呢，就係因為我書法展亦都係啱啱咁啱喺個時候。咁今年個書法展呢，相信大家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章法上嘅破突破傳統啊，用唔同顏色、唔同紙啊，將物料去做出嚟嘅效果。我希望除咗傳遞中國傳統嘅文化之外，能夠喺章法喺法度喺書風度有一啲改變。 但又唔忘記嗰個中國書法傳統嗰個技術個技法，咁啊，呢個係今次書法展同埋呢個籌款活動嘅兩個主要原因。咁啊，我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呢度。